你们看啊，最近我在追我这个兄弟女儿，进度有点太慢了。今天我准备提提速啊。哎，副长，副长，啊、你嘴有点干了呢，我看。干吗？哪干了呀？这嘴呗，破皮了，我看到，你看破皮了有点。别客气，我能帮你。你眼闭上来。我不闭。闭上。套路我啊！我套路你啥呀？哎呀，我就送你个水杯，误会我了。多喝点水，他们嘴干吗？哎，副长，先给你接水来，赶紧喝了。女人就得多喝水。完了，副长，我拿错杯子了。这个是你的，那个是我用过的，拿错了。那你用我的水杯喝水，那咱俩不属于间接性接吻了吗？你这脑子一天都想什么呢？间接都接了，那咱俩直接呢？谁跟你直接？告诉我爸了啊。你告告诉呗，那正好我直接跟他坦白得了。行，那我去。你去呗，不是你真去啊？兄弟啊，哎，来来，这事儿啊，没意见。你没意见？没意见。虽然你俩能差个20多岁吧，但是这个缘分的事儿啊，拦也拦不住。虽然老太太比你大那么多，听说还卧病在床。老太太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姑娘跟我说了，你相中楼上老太太了，没事儿，这事我能帮啊。那我明白了，兄弟。那、啊、好嘞，我谢谢啊。副市长，你行啊，你这一天挺能编故事啊，还跑跟楼上老太太。就行，你今天算计我呀？不是，你不告诉你爸咱俩的事了吗？你咋没去说呢？那我是怕这事要说了，你俩连兄弟都做不成了。没事儿，到时候我兄弟的时候我搞定，行吗？